播，各位观众早安。陆军八军团军用卡车在20日才刚发生自撞路树，导致7个人受伤。21日又有军用大货车与机车的事故。80年次的林姓上兵驾驶43炮指步军用大货车，车上载有15人，与骑机车的31年次李姓男子发生碰撞。带您听一段警方说法。枋山乡台26线6.1公里处南下车道发生 A2 交通事故，林姓上兵驾驶军用大货车，用重炮射击阵地，行驶至台26线右转往南续行时，与李男骑乘普重机车发生碰撞。事件发生在21日晚间6:29，地点在屏东枋山。所幸军车驾驶及乘客没有人受伤，酒测值为零。另外，机车骑士受伤，还好是意识清楚，也由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。详细事故的原因还有待警方厘清。以上来自屏东的消息，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。